先让你来示范一下，后面还有几组人马要来挑战。今天看一看我们挖猛踢用什么特别的组合来给大家演绎一遍，对啊对啊，好不好？你反正出来是什么，你就表演就对了。你什么场面没见过？我们节目很有信用的啦。嗯，老白捞了以后，不是给那里加的新功格，好吧？给那里准备有阿妹要唱歌。嗯，你哥，你后边哥卖一个伏笔过来干嘛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你给那里呼啊唱，不，给那里呼啊表演，想要唱歌，明仔再加歌来。明仔再，明仔再，明仔再，明仔再加歌来。真想起，雨也真想起，天我哪会无志气？爱也消失去，情搁来搭甜，想你想你，不知有啥意义？时间在探听，加菲猫好会唱啊！我的感情予你放到死死，我是我的天，谁也袂当卖错你，何在我是我的。好，来，往生者致辞。别跟着，我靠敬业。哦呀，真想起，哦呀，真想起，想起什么？起我哪会无志气？我变换心了。哎呀，消失去。来，跟着指挥棒，跟着指挥棒。嘿，时间在探听，都有你的消息，我的感情予你放到死死。啊，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爱错你？耶，爱你，这我是我甲你。啊，我问天，我问天。甘会当卖错你，想要放袂记，我不离不甲最早你。不能急，不能急。你我问天，甘会当卖错你？我再爱你，只我是我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甘会当卖错你？想要放袂记。我不得不甘追着你，啊，我会好，甘愿是人饮的泪，不甘面对现实，梦中追着你。宪哥，看没看没看？我都知呀，你拢掏钱吼，是是是，好人心欢喜松松诶，啊，佛处理佛，你掐呢？站在这边还给我用那个佛教的音乐，他只跟他莲花做这个。掏钱，他们已经先在台中一带先出了一摊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你是今天第二，他们是他们是在专门鱼池乐团，鱼池乐团，哎，超屯啊，哎，他们真的很厉害。西索米哦，不，哎啊，无嘞，西索米配外我问题很好啊。这一次五月天在台中演唱会，他们也是受邀不要钱啦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跟你说，就不要。跟你说，以我跟宪哥的交情，宪哥集团我 O N 哪个黑的输呀？是万里是吗 ？O N 来，从那边唱了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只要告诉我号码，我就完成你的愿望。是啊，我们是一种耶，是吧？什么号码不号码，要都是
是整团直接起。这个表演很棒啊，对不对？来欢迎徐雅慈啦，来，雅慈在哪里？哎，团长吗？团长，给侬团长介绍一下。团长，你看翁立友卡到顶。哦，哇，恁干杯啊！哎，后面 heavy metal 他们在那摇，有没有？甩头。站在一起，你唱这首歌不违和，很和谐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之后可以弄一个 set。他这个歌叫《挖猛踢》嘛，《挖猛踢》就是你站在那边，心里面有沧桑，然后看着天边嘛。啊，你这样抬头会累嘛？你不如躺着看。对得起嘛？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就可以。啊，你都做熟悉啊嘛，哎，说不定还会创造出新的业务哦。真的，对对对，今麦坚持就拜。可以啦，徐雅慈跟你介绍一下。对对对，啊，你们现在是一团六个人，那一团跑一团，你们一般是怎么算？就我们要二十人组的，对对对，你假装跑一团个逼我怪怪，你怎么能做？哎，先帮给他预约起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不用赢了，不用出力姐。对，这个酬劳要私下谈，私下谈哦，不好意思透露，要不然就开心包个红包也 OK 啦，可以，但是他们这个都有客制化，哦，客制化吗？是吗？都有客制化的，怎么客？像刚刚那个就客制化，对，我们刚刚好客制化。因为其实汪猛天家属常常点呢，热门点播歌曲，真的假的？他点的时候，他都想啊，我阿公吼啊，懂这些，我就会听你这条汪猛天的歌。汪猛天，因为可能就惊吼，你的本调性格的歌。想到这个就掉东西啊！哎，宪哥有一首歌叫《沙梅沙利》，哎呦，你看这。哦，还是金星瓦抓节，都有啊，这个都有点播过，都有，不如，因为我们都是采客制化的，客制化，现在什么歌有什么歌，帮他客制一首，你随便吹一首，对啊，送给他，会干嘛？你弄一下，我们帮宪哥吹一首，一呀，手不能。真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棒。然后他们几位团，宪哥，因为我也是乐队，我学那个 Otto 的 Otto 乐队啊，在乡下吸收迷。其实有的时候哈，要冲场面，对不对？大概要20人组、30人组，但是在乡下怎么会有那么多会吹乐器？是，这个时候有的叫 touch， 就是假装一下 ，touch 摸对嘴的，对嘴。所以乡下哈那个甘蔗园啊，在这个都会甘蔗都会失踪，因为他们会去把它切大概这么长，一段下来，是哦，这么长，远远看很像一种乐器，有这么远的啦？不，很像一种乐器叫管，我打到，这样不会被抓到，黑管，不，混在那个乐队混在人群当中，远远看以为真的拿黑管，甘蔗，对，那上山的时候，那个吹那个墙壁斗哎。墙壁斗就是那个小喇叭啊，小喇叭。对，刚才一靠近看，哦，通马桶。等一下，这个而且是绿色的那个，而且他的表情哦，最像是有在吹，哎，因为他脸色很难看，很臭嘛。脸知道吗？哎，这个那个真的是哦，有人拿甘蔗假装黑管，这个是上山的时候长度还很正常，下山变一半哦，因为热掉啊，不是因为下山很渴嘛，还渴边走边看，对对对，真的，有一点矜持好不好？都在混